我开到彩吗？哎呦，我有开到，我有开到！咦，大家咦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是有多久？就一天，我就昨天没开而已，是有多久？对吧？我就只有一天没开啊，我礼拜三结束的嘛。你家好久不见啊？对啊，我家好久不见，是没错。所以请问我是有两个人格是不是？我在淡水是一个人格，然后我在这边是另外一个人格，我这边是很久没开的我是不是？你知道我今天回来第一件事做什么吗？我今天回来第一件事这样。哦，我终于可以做这件事情了，我快乐，我很快乐。不是，不是，你不是在一楼，你不可以这样做。看鬼吼鬼叫，没有什么什么鬼鬼乱讲话，讲好像是那种人一样。好想看你穿裙子这样跳、哦。那你们就有种逼我在明年的加班才这样做啊。No homo， 没有邻居的阻挠，还可以这样。好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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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爽！等一下，我先登峰谷啊！今天要来弄一个很疯狂的东西。龙哥说他给我五组塑形，然后剩下的上级递出，然后说：“好，来，我做，我就不信0.5%我中不了。”300秒。你看0.5%等于什么？等于你在公联100，其实0.5%跟0.7%差不多嘛。今天我们就只会看到什么成功。成功是可以被复制的，从我身上。希望我们今天的灭龙体验是左半边的，而不是右半边的。左半边今天在家里没有错，我今天去烘焙展，我还买了一个很屌的东西——御太郎料理刀。没有，不要。其实当初在他们那边试这一把刀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厉害。厉害在哪里？他直接拿一块冷冻肉出来给我切，然后就像是你平常在火锅店那样撕撕撕，然后有一片肉下来，没有错，他就直接这样切下去。我就哈，那我就好买。下好美盘。然后他有让我玩这一把刀，我用了三把，一把是8000的，一把是3900的，一把是这一把2700的。8900的真的很爽，但是冷静。冷静，你知道你切萝卜会有那个刷刷感，对不对？就是有一点点的刷刷感，但是还是很顺的这样切下去。8900怎么样 ？What？ 就这样，啊 ？OK。刚刚看到一堆失败，不会，三颗就上，好不好？欸、我开玩笑的，不要，我不想要这，我不想要有业障。你也早安。啊啊！写好大写。要从灭龙开奖，是不是要花很多钱？是啊，没事啦，风谷好玩不花钱啊，花了钱更好玩。到底谁会相信风谷好玩不花钱这种狗屁话？哈，风谷好玩不花钱？啊，咱没胜哦。那我 calling， 还是我昨天没有敲装备，我怎么直接掉成匠人啦？不行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是名将，然后你敲这个东西才会上去，好不好？信我，你的这个一定要弄成名将。这辈子还没玩风之谷，那很好，那就不要玩了。好，この番組は龙哥 KQ でお送りします。没有错，我们是这一次的50个竖琴5组竖琴呢，是由我们龙哥所赞助的，谢谢龙哥，非常谢谢龙哥。来，一二三，聊天室大大，谢谢龙哥。一二三，谢谢龙哥。哇，大家好合群，我好快乐哦。掉武功跟传说100%卷的还给龙哥，那不是我的东西，那还给龙哥啊，那不关我的事。谢谢龙哥，龙哥不要自己讲，谢谢龙哥写卡。好，我们先来开竖琴。竖琴，他说其他栏位要两个空间，他最多是开几颗那个块啊，一颗五份哦，永远啊两颗碎哦，他最多可以开到几颗？三颗。嗯，再更多三颗。要做灭龙最多几颗不好说，也有可能一颗就上，你有可能，哈哈哈，一笑置之。Discord， 哎 ，Discord 为什么变这么油啊 ？Discord 油 ，Pickle， 我看一下哦，你从最初的剑袭开价嘛，正式上级勇猛，然后正式斗剑士，上级斗剑士，然后上怂里一颗，总共6颗，你需要6颗，最少是6颗。反正我不期望是会有那种魔法，我不期望是会有那种什么东西。传说啊，武功啊，那些东西都不存在我的世界里，那东西不可能开到的。攻读生吧，现在开到的人都是攻读生。
我不是工读生，我不是。闭嘴，闭嘴！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工读生死锤乱讲话，不要气，不要气，乱讲，乱讲！嘘嘘嘘！你还说你跟刘伯伟没有关系？其实薛丁特是我。啊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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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闭嘴嘴！我可以不要再乱讲话了，一天到晚在乱讲话，就不怕你这事哦？我刚弄的有被恭维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我有几颗。72啊！欸，怎么有橘子在我旁边啊？那我姐的干嘛？龙哥还你这个传说卷，先给你啊，这是你的，不要拿橘子出来。哎、欸，不是靠腰啊？为什么是英雄？英雄偷拿？关我什么事啊？好了，来吧，你们要来见证奇迹了。哎、欸，你们橘子走开啦！我不要两颗橘子在我旁边啊，好可怕哦、喔！有了，我穿上去了，来吧。你要使用黑龙铁块来将上级斗剑士盔甲进化成首领斗剑士盔甲吗？是，不用意外，不用意外，反正这东西本来就是很容易失败，所以搞不好我点到十，我们是以十抽为单位的，6、7、8、9，来成功，谢谢各位，十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们先往50颗迈进嘛。你想想，我们原本是50个竖琴，所以基本值，所以基本值。你有看到吗？我操！等一下，我现在几颗？20颗是不是？你工读生等等领500。嘘，乱讲话！哎，我真的是工读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很懂几率嘛。然后跟你讲过，我在玩公主连接，知道啊，你们都不相信我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在场观众的运气都被借去了，哼，你就知道我怎么保养青春的。